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它这里有个湿毛巾，这是齿牙刷，这儿还有一个润肤霜，这儿应该是一个润唇的，对，润唇的。我不喜欢国航，对，它每次都给的东西特别少，而且不是很好。说到飞机上护肤，先给大家看一看我都带了什么。首先是必带的这个 Sephora， 它这个 Express Cleansing Wipes， 它这个 Cleansing Wipes 跟飞机上给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 Face, Eye and Lips， 就是眼睛啊、脸和嘴都可以用。它里面有维他命 B， 所以比较滋润，不会像那些特别干的，像飞机上给的都太干没法用。它用了一大葡萄的这个 Beauty Elixir， 它是其实可以当做定妆喷雾用，但是我一般都带着它，就随时随地往脸上喷一喷，就特别的滋润。这个是纽基的葡萄水，真的是很管用，尤其是你要是有倒时差的话，化妆的时候涂一涂会让你脸不会失去光泽。而且这个只有30毫升，飞机上是可以带出去的。然后飞机上特别特别干，我会带 SK2 的面膜，因为这个是我用过的最最最最最保湿的面膜。然后还带了一个这个面膜，这个我跟大家说过的，这个是我旅行都会带着的，这是韩国的这个 NMF Aquary 这个水面膜，特别特别的好用。还有呢，我会带 Fresh Looks， 就是我的隐形眼镜啦，因为是日抛的，所以要带着它。然后我还带了 Bulgari 这个 Face Emulsion， 这个其实是一款面霜，我带着它就是因为它特别好带嘛，面霜小瓶的，可以带到飞机上。这一款是一个日本的眼药水，因为自己戴隐形眼镜，特别特别干。其实这个戴着隐形眼镜也可以滴上去的，但是通常我都是摘了隐形眼镜再滴上去。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Deep Sleep Pillow Spray， 这个牌子叫 This Works。是我在飞机上买的，因为我时差还是很严重的，就是喷在自己的枕头上可以帮你睡觉的。最后呢，还有就是擦嘴唇的 Bulgari 的润唇膏，因为也是飞机上的空调还有这个高压会使你的皮肤特别特别干，那飞个14-15个小时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。cheese 和水果，然后我就要护肤睡觉了。